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刘白电脑，我是装机大刘白。刚才大家在片头看到的这台哇塞哇塞棒棒一棒棒的主机呢，是我的粉丝逍遥肖先生的一台恩杰 H9 辅漏纯黑色海景房。那这一台电脑呢，肖先生是强烈建议必须让我来装机给他上个电视。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也确确实实是比较忙，这台机器拖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因为我还有好几台机器要拍，要么就是我请假了，要不就是我们的摄影师请假了，搞来搞去让这台机器拖得太长时间了。你再晚两天，积木三代反热的风扇就已经到货了，再晚两天就要该换积木三代反热风扇了。所以说这台机器呢，也给肖先生说一声抱歉，为了让我装机呢，他把原来的北轩的风扇干脆就换成了积木三代的风扇，机箱里边的所有的风扇加上这个机箱就已经3000块钱了。那么这个作品呢，就不跟大家说那么多了，我直接把肖先生的配置给打出来。黄色的部分呢是刘白代买整机的价格，蓝色的部分呢是官方价格，刘白在后边给你保证所有的配件是全新原封正品行货，同时提供代买配件、装机、调试、整机的3年售后以及终身的技术指导，就是等等这一系列服务加起来之后呢，也比你们自己一件一件去官方买还要便宜。其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TUF4090的显卡价格变动太快了，就一直在上下浮动，一直在上下浮动。最低的时候我们13000拿过，最高的时候我们13800拿过，哎，价格浮动也比较大。大家不要局限于仅仅是这个显卡的价格啊，就是它涨价和降价很正常。有的人在评论区说，我前两天看的这个配置还是这个价钱，怎么这两天看的时候还能涨价？这东西还能涨价吗？可以的，你是不是没有经历过矿潮？真的可以涨价。反正呢，总体呢都在13500左右浮动，浮动呢按比例来讲不是很大，但是差几百块钱也是挺腰疼的。标准的一台13900K加上4090，外观也比较哇塞，性能哇塞不哇塞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嘛。那么这个作品呢就稍微有一点潦草，大家对比一下价格，有需要的话我们评论区置顶评论，直接一键可以点击进我们的淘宝店铺，可以直接去跟客服沟通。这个作品就不跟大家多说什么了，马上安排这台机器给肖先生发回去，拜拜。